其实人哈，很多快乐的来源、创造力来源、生命来源是来自于性的动机和幻想，基本上让自己也不但有激起性的这种高潮，你会感觉到每天更快乐，生命力会更丰富。真的，如果这你每天很不快乐，有忧郁症的人，你真的一个高潮，你会发觉当天忧郁症好像全部去除了，找回对彼此的那种刺激跟快感。你做爱有很多方式，我们做爱其实全身都可以做爱。我们讲过说，最大的性器官是什么？是真正不是性的器官的部位。我鼓励大家，因为现在有网购，可以去网购情趣用品，是一个最省事的方式，很简单。因为现在情趣用品做得很好，它的震动啊，它按摩可以比你自己用手还好，而且还不会累，而且还更容易达到高潮。各式用情趣用品又很便宜，这有什么不可以呢？对不对？第一个，爱卫生，对不对？第二，不牵涉到道德，第三，没有风险啊，你不用跟人家接触，而且你关在房子关起来，你每天要让自己享受放松一下，有什么不可以的？非常好啊，还有，当然你在做自慰的时候，你一定闭着眼睛，你去幻想嘛，幻想你喜欢的对象，什么男人或者明星、老的少的，或者你以前的男朋友怎么样都可以，心灵合一，你就会高潮。基本上自慰还是都会有幻想的，包括男人自慰也是有幻想，你在幻想，对不对？那这样的话会让你更年轻，就是说你的心态会更年轻，会更活泼。这基本上就像弗洛伊德也讲了，在性学三论也讲的，就其实人很多快乐的来源、创造力来源、生命来源是来自于性的动机跟幻想，是由于性，在潜意识里还有一个性的会幻想，所以基本上让自己也不但有激起性的这种高潮，你会感觉到每天更快乐，生命力会更丰富。是而且真的，如果这你每天很不快乐有忧郁症的人，你真的一个高潮，你会发觉当天忧郁症好像全部去除了。这好，接下来我们鼓励女性看，可是我讲这看 A 片在家庭不可能看的，对啊，除非说老公找你看。可是我朋友有些朋友说他找他太太看，他太太都不愿意看。我想还是一个传统的观念，但是你可以在手机自己看啊。但这一步一步要走出来，因为坦白讲，60岁以后这30年实在过得太无聊了，就是太无聊了。所以还是要找让自己开心的事情做很重要啦。对，是啊。真的是没有想到就是以前的人都是，尤其是医师这个年纪的人，可能都会觉得谈这事情，哎呀，丢脸呐，不要讲这个啦，对不对？但是你看医师自己是愿意出来讲，而且还出书是哦。我觉得这是最实际的啦，而且对他有用。坦白讲，我过去也讲过 ，CP 值最高，你花费的代价最少的。你今天你买一串几十万的珠宝，你会戴几次？搞不好一年戴不到3次，放在保险柜里面，对不对？对。你买的衣服，我告诉你，回去3次就买新的。你去吃一顿大餐，吃以后还要减肥。对不对？这个又健康，而且消耗热量，也可以消耗脂肪。你看医师一直在鼓励女生，就是你要找回自己的对性的欲望啊，然后要维持像这样欲望，就知道其实性生活对于维持女性健康是很重要的事情。但是很多人会觉得说，那我还是想要跟另外边有鱼水之欢嘛。但是如果说我们都兴致缺缺，变成了，尤其你看到了50岁之后，可能会变无性婚姻、无性生活了，对不对？这时候我们要怎么样找回来呢？找回对彼此的那种刺激跟快感呢？我跟你讲我们先讲在家庭里面呐，坦白讲，男人都比较死板无趣的。那但是有一种互动，可以反正女性要引导他了。大部分其实这个时候女人比较活泼，是女性会引导吗？你出去的时候，第一个这种肉体接触，就肌肤接触，就是很舒服的一件事情。有人帮我们按摩，
就很舒服啊，温度多一点温度。这温度，比如说你跟老公出去牵手啊，你牵着他手，他会给你甩开吗？应该还不会吧，他会有点怪怪的，习惯就好了。嗯，就牵着手差很多哦。到老了会觉得牵手怪怪的、啊。试试看，过三十年你试试看。过三十年，男人会觉得怪怪的。男人牵你的手，你会觉得很高兴，很安慰，哦、心里很温暖。女人牵的手，男人会觉得怪怪的。有些男人会甩开哦，你再去牵他、啊，男人很奇怪。老夫老妻会这么悲伤吗？哈、啊、哈，一笑容有很深长的意味哦。哦，难怪女生靠自己来这么重要。哦、然后性生活要有规划，真的你可以要求说，哎，我们晚上我们好好的做爱，好，那老公我不行啊，怎么没有关系？你做爱有很多方式嘛，我们做爱其实全身都可以做爱，哎，你说抚按摩抚摸可以吗？因为很多老男人去找什么泰国式按摩，也是给女人这样摸一摸，对不对？他就哎好像宁愿花这个钱，那你在家里。你太现在爱吗？肌肤接触其实就是很舒服的事情。是，所以所谓的达到双方都满意，并不是一个说哎、欸，一定要高潮啦，一个要射精要勃起，你不要要求说我们七十岁的我想多久啊、欸？所以老公甚至会不会勃起都不重要，你好好的爱抚啦，哦，用舌头用口都可以，或者请男人说啊，你帮我按摩抚摸都很舒服啦。嗯对不对？不用强调说他我不持久，我硬不起来，这都没有关系。我跟你讲，做爱不只是性爱，我应该做爱不只是说性交，应该是这么直接，量力而为。嗯、可是其实男人都很急啊，现在威尔刚销路很大哎、欸，威尔刚啊，还有现在西力士都有了，我现在还有更有那种生药，就天天吃的，嗯，哦，还有比如像山药啊等等这些东西，男人其实对这方面是很热衷的。可是也是很自卑的，但是能力也是很差劲的，反而是男人有压力，女人不必给他压力。所以这个时候不要再强求身体上的表现，要强求心灵上的互动的感觉，心理而且肌肤接触就很重要了。你说出去两人走路在街上走路，哎、欸，被你的女朋友看到会多羡慕，你的女性朋友或者懂吗？会多羡慕，嗯，这不一样的。甚至彼此精进，哎、欸，这样子如果一起看 A 片，是不是也是一个不错、嗯？我跟你讲，看 A 片是很好的。其实找老公一起看，因为老公会吓一跳。哦，看 A 片，男人都会偷偷看 A 片的、啊，没有男人到七十岁不看 A 片，没有人会拒绝的、啊。那所以如果老婆邀自己看会开心吗？他会很开心，会吓一跳，哇、哦，怎么？习惯了，反而会一起看，很好。哦、哎，哦，然后甚至说寻求专业人士帮助。哦，的确啦，现在很多老夫老妻会寻求那幸福门诊嘛。对对对，哦、那一定也会。可能用跟我不同的语言跟方式，也大概是这样，一定要接触，接触是最多，接触比性交还重要，而且性的一个活动不只是性交，对不对？接吻啊，嗯、或者爱抚啊、嗯，这都可以的，都可以让对方很满足，那种满足是一种心理上的幸福感。我们讲过说，最大的性器官是什么？是。大脑皮质，不是真正不是性的器官的部位，所以大脑的满足，情绪上的满足是更重要的，更重要的、啊。我觉得找回无性生活一个很重要的重点是，之前我们也找过那个性治疗师嘛，他说其实所谓性治疗最重要不是找回你的功能，而是找回对彼此的那种甜蜜的感觉，甜蜜亲密的感觉。哦，哎、欸，所以真的也、嗯、医师的业务也包括这些吗？我们妇产科没有啊，可是我们会有提供咨询呐，我们会这样的讲、哦，尤其是我们喜欢迎说，给带老公来，有些老公开始不好意思，到后来就会讲了。哦，有些老婆带老公来，这是很好的事情、哦。老公自己很少愿意去找医生，都是老婆带过来的。所以真的想要寻求这样的帮助，其实是要两个人一起都愿意去改变，是是是、哦，都可以得到帮助了。嗯哼哼可以